有三个面嘛，它是一个扇形嘛。扇形呢，我们把这个一二三三个边呢先去掉，好，来就光，然后要稍微用一点弧度啊，一点弧度啊，这边一点弧度下来，好，换这边一点弧度下来，换这边换一边。然后呢，这个扇形修掉这样的话，它就会变得有点像六面了嘛。对。好，然后我们再往内修，一、橄榄形，三、四。太胖的我们就再修一道，都是用大拇指去抵着它，好，大拇指，总共会有六个面，因为每个胡萝卜不一样，因为每个胡萝卜有时候会比较胖，好，比较胖的话，它可能再削。第二次，它就会变得比较瘦一点，因为通常啊，就是橄榄的话，通常都是这样子，一二三四，六个面，对，修成六个面，哎，六个面。